蛤蟆这个技能，如果这个技能命中近距离的敌人，会用刀砍敌人，造成更高的伤害。 Q 技能可以暴击，造成 25% 额外伤害。如果在异位移途中使用，会对路径的所有敌人造成伤害。啊，明白了。明白了。 E 呢，把 W 技能，哎，不对呀，我看啊，近距离攻击会造成更高的伤害，嗯，远程伤害低一点。W 技能风墙，一技能突进到指定目标，对路径所有敌人造成魔法伤害，并在三秒内提升攻击速度。击杀英雄会重置 E 的冷却时间。如果在位移途中使用 Q。可以吸血暴击，啊，行了，明白了，来吧，再来吧啊！上把的结确实是有点猥琐。嗯，红色方，希望对面一楼不要选，好，秒一把。Death is like the wind. 不烂的秒了，不烂的。大家自己进啊，自己进，自己进。匹配。没有玩过测试服，你放心，如果能最快速度的选择这个英雄啊，我会选择最快的最快速度的这个方法来玩这个英雄。如果我没用这种方法，那就说明它不可用。You found her. Ah, ah.我这我玩上路吧，把天赋换一换，看看蓝色方行，秒吧，你们就秒啊，你们就秒，看看你们能秒几把。这英雄带，好像还是强攻好一点。这个样子。You want style? You found it. 被踢了邀请才能进。嗯，那我一会儿邀请一下，或者我重新开一个。一样的征服者电型，差不了多少，其实不是电型啊，征服者强攻差不了太多。我就不带点炎了，这英雄不适合带点炎，带个盾啥的，或者不行带个加血。谢谢顶峰尿尿交易鞋，带个吸血，
带个盾。快点接啊！来一首 music。Hello, 酷狗。The Ten Psyops, short for Psychic Operations. My name is Sandra, short for Studying on Idiot.我来了，有个75延迟的，75延迟指定就住国外了，这是。啊，中文乱网乱码，只能英文玩是吧？那玩意儿它咋玩儿呢？来不跟他干。哪个兄弟跑上路来来，我扔你点钱，能扔着不？撇两块钱啊！别打我这猴！你他奶奶的！别打我！这小子叫什么？叫 Yuki Kawaii。我记得他。我好心给你钱，你却对我棍棒相待。好，好小子，好小子啊！I chose this life. Sure, someday it might get me killed. But till then, I'm unstoppable. This 猴怎么不吃兵啊？这猴。这猴真的连兵都不吃，刚才一个兵不吃，进草丛里边躲着。你给我打死他！漂亮，信哥。这波兵，这波兵线，说句实话，我可能得慢慢的吃了。我推吧，推不过去。这猴现在指定搁这草丛里头，你们信不信？他100%在这草丛里头。你看，这也行啊啊！有点痛，我先没这么痛呢，有点疼。关键这波兵，你说你不推也不行啊。
不推这波兵不得劲儿啊。这英雄攻击距离多少？这一个 Q 打60多的血，那小兵打死你，还上来。我彪死你！赵信过来，来，来来来来来，我怼死他吧！行，1换1，来个血瓶，这波兵线我们血赚。这英雄不能拼不过，打着近战打不过，他没有什么爆发伤害。一会儿出点右装，来个布甲鞋啥的呀。我刚才可以一赵信来着，我给忘了，你知道吧，这个得能可以抑制一家小兵或者英雄。哎呦我操！攻击距离500，薛飞有点近啊。这攻击距离500稍微是有点近了，有点太近了。这波没升到6啊，先不跟他打。我们升到6回去，枪跟刀怎么切的，近战就自动就变刀，远程就自动就变枪，这都是自动切的。我的 Q 的距离正好是这猴的 E 的距离，这就比较讨厌。来，好大，这咋死的呀？我也没被人打呀。哎，我为啥死了呢？哦，我被点燃了。哎呦我操，算了，不打了，慢慢补刀吧。
跟这猴拼拼不过，你硬拼这远程 ADC 属于就属于找死。我要不跟他打，他一点机会他也没有。但是我玩的英雄的意义就没有了，我不杀人他也不杀人，我跟他和平发育，你说我跟他打啥？来，插个眼儿。慢慢抠。狗熊找王八去了。我要不跟他打，我怕你们觉得无聊没意思，你知道吧？一直被杀也没意思，那行，那我不跟他打了呗，那就那多大点事儿呢，真是。那不跟他打还不随便吗？那想不打那不还随便玩的吗？这多随意呀，你说。走回家，来把大剑。你这他一直推线，我一直收线，俺俩就收的呗。来把西兰刀，但我觉得好像可以打。谢谢克里斯。但那猴应该是有闪，不好杀，他有闪现。不过这英雄大招也不浪费啥玩意儿了，我们可以试试。下回放个大给你们看看。他指定搁草丛里头呢，等吧。
你看我打的像他妈个像打比赛似的，搁这我还跟他 farm 上了，还多少钱？西兰刀900，行，900。Indari was a great captain. She taught me how to shoot. 俺俩就这么打一辈子，我跟你说，也不带出一个人头的，除非对面给我越了。一辈子也不可能出现一个人头，一辈子。再来个攻速，来不来攻速？来个布甲吧，这把我就决定出一个这个，怎么说呢？我出一个忍者海。稍微有点快，这波回家稍微回慢了。走回家，小王八，来个布甲还。这也没见过，这 Q 能暴击呀、啊。老这么玩干哈呢？你讨不讨人厌呢？这不用回家来呀、啊！我这野区咱也不好进呢、啊，关键是。可以，小王八。哎，这大招不算普通攻击呀、啊。
大招没吸地，大招三秒吸地，好像能一直放，就打到 S 放一波，打到 S 放一波。我就单挑个奥比亚马应该没啥问题吧。带点馅儿去，没事干呢。玩的是真没劲，下把不能组织水友赛了，回回这样式的，你知道吧？玩的没效果。早回家，兄弟们，顶不住了。My folks keep telling me to settle down。你在这猴儿，像他妈欠他钱似的，讨不讨厌？打个石头赢。我已经032都15分钟了吧，基本上就想不死那是一定就死不了，除非是有点狼。也不知道要干啥，你说？哎呦，这人有点多，给我打死他们！血赚，漂亮！这波一换二。就越就愣越行，我看看啊，这个装备得卖多蓝呐，药瓶那就不卖了，药瓶稍微等一等啊。西兰刀绿叉无尽破甲弓加银血剑，哎，可能破甲弓都不要，要个春哥。23分钟两件还行。哎呦，几个人啊？哎，干他干他干他干就得晕。我们四个这波。这家伙没意过去，哎呀，这意能穿墙不？怎么还少个人呢？我不往里头进好了，我往里头进就让秒，100%给我秒了。我们后进就好了，进快了，薛微是有点。
这你还跟他打就有点不应该了啊。这种英雄想自己找机会翻盘比较费劲，不好翻。上来，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哦，击飞的人可以，不是击飞的人啊，就反正就配被控制的人，我们可以用一个平 A， 然后打他好几枪，突突突。不就有个猴吗？又能怎么样呢？你说。没法上啊，兄弟们呢。能开次大不？那我冲人群里都开大去啊，那也不能往里冲吧，你说那不得有虚区环境吗？这种 ADC 英雄 你往里冲那不等于死吗？不行，我打把下路，上路不太好待。去下路能杀人，去上路杀人费劲点，而且没有位移，那打野老抓的话就不好办。哎呀，
量兄弟们，能打不？能打，好像能打。打大龙来！哎呀，王八活呢，算了，小龙吧。小龙，小龙，小龙，王八活着呢，不行啊。咱们把小龙拿了，要我 E 一下啊。1725，差点钱呢。等个25块，我们把无尽出出来，然后来把饮血剑。黑切15啊，他定位就是个 AD， 打上路不好用。AD 应该能挺猛。这猴可不好杀呀。他们应该是去打大龙去了，我估计。给了吧，不要了。反正俺们也没视野。走。先把这猴抓了吧。这是个 AP 狗熊啊，这个哎，没事啊，我还可以继续推一波，我感觉哎，我这个风墙啊，我能挡，我能挡锤石的控。你看那对面也不越塔、啊、你说
没有机会呀、小龙马上刷了。打了40分钟，那给了吧？那你这打整，咱也要不了啊！关键是这去要了，这打不过呀。赵信能抢着不？能抢着还行。信哥，往后撤一撤。哎呦我操，这什么虚区？哎，刚才这个伤害有点高啊，刚才这个虚区穴位是有点高，这打在奥比亚马身上有点痛。你看我们这小龙没了，然后又没了，你应该先把龙去抢了，看看能不能给龙抢了，能抢的就抢的，抢不掉就拉倒。别老说我那 Q 歪不歪，大招又放没放过的，你200延迟你跑过来玩了你也歪，你还说我歪，你剁你也麻，你 Q 你也歪，你凑合看吧，没跟你说新英雄试玩试玩的吗？跳这跳那的。你还指不定歪成啥样呢，还这猴还跟我要上圈了，这猴过来给我个灯来，也不抱着个娱乐的心态，你说这打的这个认真呢、你说，哎呀，走回家，我打个测试服打了300刀，这大招可以被，这大招可以被打断，我是真佛了，这大呀！本来我这波大可以吸点血，没吸着血，给我拱了。没有伤害，那打王八能有伤害吗？那王八开壳子了，那能打吗？这么的吧，下把的吧，下把让你看看什么叫伤害。我盾都没开出来，不受折磨，我们下一把，兄弟们，什么叫伤害？下把让你看看什么叫伤害。
来个兄弟跟我走一波下路。这英雄不能打上路。